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讲一讲这个无限，这个无限，这个无限。那我们首先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个有限性和无限性，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认识。其实我们多半都是生活在一种有限性的世界，有限性的生命中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无限性的这一层面。这个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世界它是有两个层面，除了有限性的层面还有无限性的层面，所以才有哲学，才有宗教。如果只是有限性的层面啊，可能就没有哲学，没有宗教。那么所谓有限性的层面，比如说从时间上来说，这个我们人的一生它是几十年的时间，它是有始有终的。我们这个地球，我们这个银河系，我们这个太阳系，乃至我们这个银河系，它也是有时间的，它也是有始有终的。乃至我们的这个 以银河系的这个宇宙，它可能也是有时间的。当然现在这个天文学家告诉你，宇宙外还有很多宇宙。但是所有的宇宙啊，所有的银河系，宇宙啊，银河系啊，太阳系啊，人的生命啊，可能都是这个在这个无限时空中的一个过程，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，在有限性之外还有无限性，也就是我们讲生死。对我们来说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扰。但是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这就是对生命的无限性的追问。如果生命没有无限性，生命就是没有价值的。如果生命只是有限性，哪怕你活了100亿年，它也是没有价值的。当然这个没有价值是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说，当然从你存在的这个当下是有价值的，但从最终来说，如果宇宙都要毁灭的，那你的价值是什么呢？毁灭了之后的价值又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去探讨生命的无限性。那么同时从这个空间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人的存在是非常非常的渺小。银河系太阳系在宇宙中都是微不足道的，人在这个太阳系中又是很微不足道。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无限的宇宙啊，这个如果生命没有无限性，当你想到了这种宇宙的无限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昏的感觉啊？这个宇宙里边呢，这些星系啊，动不动的就是几十亿光年、几百亿光年、几千亿光年，我们会有一种发昏的感觉，要昏掉了。因为人实在太渺小了，我们这个宇宙实在是太大了。但是佛法它告诉我们，心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本质。我们的生命有限性，但我们的生命也有无限性，跟宇宙一样，所以就不用发昏了。如果没有这样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，我觉得生命是要发昏了，因为实在太渺小了。对这种无限性的追问，它可以开阔我们生命的视野，同时呢更主要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个
真正的找到生命的意义所在，真正的意义所在。那佛法呢，怎么来认识我们的这个无限的心啊？它也是有办法的，它也是有办法的啊。在修行上，我们怎么来体会自己的心的无限性啊？我们在大城市里边，每天就是油盐酱醋啊，柴米油盐啊，油盐酱醋，这个每天关心的都是一些生活的琐事，尤其是城市里边的人啊，我觉得。我自己感觉哈，我要到苏州来，我就很少看天空。但是我要是在厦门住着，在其他山上住着，我就会经常看天空。我不知道你们城市里边的人会不会经常看天空啊？啊？可能经常看高楼吧。我们可能经常会看高楼，很少会去看天空。因为城市的天空很多时候要不就是高楼，要不就是雾霾。其实呢，我们拥有一颗什么样的心，跟我们的视野是有很大的关系。你的心量有多大，其实你的视野有多大，就会决定了你的心量有多大。你经常看天，你的心量就会自然就会被拓宽了。你的视野被拓宽的时候，你的心量就会被拓宽了。所以古人讲呢，不只是说看天，这个读万卷书，走万里路，它也是一个知识的视野，你的知识视野拓宽了，你的生命呢，你的胸怀自然也会被拓宽了。当然更简单的方式就是不用读万卷书，多看天。这个比较省力，也不用动脑筋。那像这个佛教里边，我们经常在讲的有一部经叫做《普贤行愿品》。这个《普贤行愿品》，这个普贤菩萨他为什么会称为叫佛教叫大行？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是 无比的广大。为什么他叫大行呢？就是他的每一个行为，他所建立的一种视野啊，都是什么？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视野？都是一个无限的视野，都是一个无限的视野。所以普贤行愿品每一段开头都是尽虚空遍法界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十方三世一切微尘数。什么叫尽虚空遍法界？就是我每做一件事情，我的对象都是以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宇宙有多大，我的视野就是多大。我的视野就是等同宇宙的，宇宙的这种无限的视野。还有一个表达就是十方三世，十方是代表着空间的视野，三世就是代表着时间的视野。十方，东西南北，东南东北，西南西北，八个方面，八方，再加上上方下方。这个我们中国人讲宇宙是上下四方为宇，古往来今为宙，宇宙就是时间加上空间。那么佛教讲十方三世就是空间加时间，时间过去现在未来，就是我每做一件事，我都要以建立这样的一种视野，以无限的时空，以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为视野。当我在建立这种视野的时候，我的心会怎么样子啊？你的心自然就会像虚空一样。当你的心像虚空一样，其实你的心本来就应该像虚空一样，但是因为你的这种自我的你的认知的局限性，使得你的世界变得很小。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只有我们的世界只有一个人，一个家庭，一个企业，甚至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一个地球都了不起了。但是佛教里面他要我们建立的视野是以无限的时空为视野，通过无限的时空为视野，这样的一种修行呢，它就是要帮助我们撤掉所有的狭隘的设定，所有的狭隘的设定。
建立一种无限的认识。当你有这种无限的认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回归到你的心的这种无限的状态，体会到像宇宙一样的心。这是一个在修行上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直接对念头的审视。通过对心念的审视，我们就能够从有限的心念里边走出来，认识到心的无限性。这个是两种方式，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心的这个无限性。所以佛教讲无限，这也不是一个说法，就是通过修行可以抵达这样的一种心的，通过禅修可以去抵达的，不是纸上谈兵的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讲到这个，在这个无限在禅意设计中它的意义是什么？在禅意设计中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我觉得这个无限呢，首先就是我们需要通过这个空，这个建立对无限的认识。这个其实呢，我们人的这个心啊，我们的心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的心有太多念头的时候，心就是不空的。我们这个环境里边有太多东西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环境就是不空。环境不空就会导致心不空，心不空又会导致这个环境啊不空，就会造成这样的一种状态。所以禅意的这个作品呢，它多半采用的就是一种这个做减法，采用一种这个简约的这个方式，简约的特点。所以在一个非常简约非常干净的一个空间里边，人的心啊它就会很空旷，体会你就能够体会到这种心的空旷。这种心的空旷它就是一种心的一种回归到一种心的本来的状态。所以这个作品它会影响到人的，会影响到人的这个内心，影响到人的内心。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。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，就是这个禅意的作品它需要把这个有限和无限要把它统一起来。我们知道这个任何一个作品它都是这个都是有限的，如果我们局限在这个作品，那这个作品就是有限的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做这个禅意作品设计的过程中，我们知道这个作品本身是有限的，但是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空间是无限的。所以我们如何把外在的环境变成作品的一部分，把我们要创作的作品变成环境的一部分，把这种我们创作的作品和外在的这个环境统一起来，统一起来。那么现在的这种禅意建筑的设计啊，比如说我们要开好窗啊，用好玻璃啊，这些很多用一些现代的材料，它就很容易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。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边，我们能够感受到无限，这种无限的世界。然后同时呢，我们又能够在无限的这个视野下来感受有限的作品，所以把这个有限和无限统一起来。就是所以这个无限的这种认识呢，我觉得在禅意的这个作品设计的过程中它也是非常的重要。Thank you.